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在上一集里面，师父谈到了这个西方宗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陆续续传入台湾的情形。那么很多的知识分子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宗教的观念也开始改变了。那么这对我们的社会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啊，您在上一集里面谈到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传入台湾的过程，就让我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啊。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让在幼稚园差不多那个年纪，我也上过教堂，我也去领过面粉、奶粉。我最记得是领很多漂亮的衣服啊，跟西方人捐献给我们的衣服。然后呢，我最记得那时候去上主日学，我们都好开心啊，一定要去上，因为呢，他就会有冰淇淋。在那个年代能吃到冰淇淋，那真的是很不容易了。然后会发给我们很漂亮的图卡，我想这在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人都是一个共同的记忆。那么这样子的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是带给我们社会什么样的改变？我站在这个台湾或者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啊，我很感谢他们，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当时的西方的传教士们，他们对我们付出了很多的爱。他们传教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上帝的爱、神的爱，带到我们这个环境里来。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呢，物质上空虚，精神上也很贫乏。嗯。所以这些传教的团体啊，是传教士们呢，从欧美各国啊，募到了钱，以及募到了一些物品物资，送到我们台湾来。那这是救济我们的山地同胞，眷村的同胞，以及乡下的同胞啊。所以这个相当不容易的啊。那这个就是传教士的精神。那这个也可以说感动了、感化了我们这个台湾呢、啊，许多的人啊。因此在那一段一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到了比较偏僻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小小的教堂，房子很小，但是呢里面能够容纳几十个人，就是一个小教堂，就那用十字架一挂，那就变成就是个教堂啊。那么像这种情形，我想这个是一种好、一种健康的现象，并不是一个坏现象。但是呢，因为由于这样子一个原因，这佛教徒啊也产生反省。因为一般的知识分子啊，以及我们社会的中流砥柱的人，都觉得佛教是迷信的，这是基督教是这个不是迷信的，真正的是入世的，对社会有益的。所以当时帮助世人的，所以许多的人愿意去这个参与基督教教会，成为基督徒，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佛教徒。这个如果是承认佛教徒，那是丢脸的事。对，好像有一个阶段，譬如像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我也参加团契，我也读圣经，好像这样的人好像是比较上进的，对，好像比较被认可的，然后觉得说你的品德是比较好的，是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佛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遥远的。然后把它跟民间信仰是混为一谈的，觉得都是认识，都是讲一些鬼啊神的，好像是比较落伍的，有这样的想法。当时的佛教就是民间信仰，事实上是等同的，事实上就是根本就是等线，并不是啊分得开的，分不开。我当时我到台湾呢，在台北一直到高雄为止啊。我去了很多的寺院，就是佛教的寺院呢、啊，很多人也看到佛经的，那个懂得佛经道理的人几乎没遇到，而出家的人呢，都没读过书的，不是年纪大的，就是年轻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法的，那么这一个情况呢，那当然就是跟民间信仰是等线，是相同的。佛教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办一个法事啊，所以最常听到念佛经就是在法事里。那就是说，人过世了，是
这个如果不是信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话，那大概就是请这个出家人，我们叫他尼姑或者叫他和尚啊，就去念经，念经呢诵伤，那念经甚至也不是真的和尚和尼姑，甚我看过很多都是还是留着头发，就短头发而已，那叫道士吗？那叫是什么呢？那叫是塞姑塞公塞公，塞公啊，对对对，那就是因为那时候和尚和尼姑好像也没这么很少，对，那个塞公呢是就是多半跟那个斋教有关系，塞公可能他们是吃素的，他们自己呢有家，他们这个是啊应该就是民间信仰了，民间信仰当时有几个派啊，有先天，有龙华，有金童，有三派，那么这个三大派的这个叫斋教，这就是啊跟民间信仰啊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也念佛经，也念佛号，也念菩萨，甚至唱诵啊，是跟这个佛教的寺庙唱的差不多的，这个呢就形成了，所以说佛教就是迷信，佛教民间信仰是相同，那这个人家总是看不起啊。所以那时候大概是台湾佛教的黑暗时期吗？可以这样说吧？也可以这么讲啦。这个日本人他自己是佛教，像台北市啊，有个灵济寺，那这是灵济宗的一个寺庙啊。像三道寺，还有呢东本元寺、西本元寺，那都是这个这正统的日本的佛教，像综合寺也是正统的佛教，东和寺也是正统的佛教，但是呢这些寺庙这个互动啊对当时的整体的社会来讲是很少，而且日本人撤出台湾之后，台湾本省的这个佛教徒的水准是很低的，当时也有几个人，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啊也有几个本省级的非常优秀的留学过的这个佛教徒，但是呢凤毛麟角，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大，是非常谢谢师父开示。那么台湾的佛教从非常的衰微到逐渐的振兴，那么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呢？欢迎在下一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追寻答案。